随师连线为各位连线到呢，目前正在随师的义慈，欢迎义慈，义慈您现在在哪里呢？Hello， 大家好，我是义慈。看到我现在，我现在是在彰化静思堂。是彰化静思堂。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是下雨的状态。对。但是呢，彰化静思堂非常的多人，就在今天早上参加了圣波祝福呢之后，现在是中午吃饭时间，可是人潮还是很多。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哇，这是整条都是，是不是？都是这是什么？对啊，店面吗？它就是小摊贩，有点像是年货大街，真的非常的像。然后其实我们这边是，对，可以看到这是三金箔的干妈店。然后呢，其实在后面的走廊呢，也有人在写春联，然后还有就是卖一些园艺，非常的热闹。哇，真的是来到彰化，突然也有一种就是要准备过年的感觉。是，那今天没错，非常热闹。哇，真的是人山人海耶。对啊，我们去看一下，问一下师姐他们在做什么。师姐好。Hello， 师姐你们好。我是待网络电台，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干妈店是为什么会成立呢？这个干妈店。对啊，这是啊，我们三婶婆啦。啊，你是三金婆啊？啊，你们三金婆啊？我们三金婆。怎么弄三金婆啊？刚请我吃糖果哎、欸，快拿快拿，谢谢。那是虾米？是显灵。好，他说让我夹滴滴。哇！啊！新年快乐！好，我先吃。好，我回来了。哇，这真的是很热闹哎！你正在吃糖果吗？有点稳，我在吃糖果。然后其实呢，我们昨天大概傍晚的时候到的时候，就还有那个财神爷来迎接大家，非常的可爱。财神爷，对对对，好可爱、哦。财神爷是，那今天早上是彰化的第一场圣默祝福是吗？对。今天是彰化圣默祝福，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从今天7点多的温馨座谈，然后一直到圣默祝福的那个，非常的和和互协。那早上呢，就是蔡宽师姐有来见上人，他今年已经102岁了。那他说他每天都熏法香，就是他很感恩，就是法亲都每天去载他，就轮流的护持他来熏法香。而且其实上人在行脚的时候是熏法香是暂停的，可是呢，就是他还是坚持每天都要来听法。哇，102岁的蔡宽师姐，哇，真的是非常精进。对，所以上人就在今天圣默祝福的开始就讲到说，看到了这个百岁人瑞，然后彰化区也有很多90多岁、80多岁的老菩萨，上人觉得很开心。身体很勇健，然后每个人都就是站得很挺，他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嗯哼。然后在今天的圣默祝福的见证分享呢，是陈，是那个陈福寿师兄。那师兄他有三个儿子，在3年前小儿子配对到了骨髓捐赠，所以也去。那个骨髓捐赠去救了一个病友这样子。那在今年3月的时候，他的2儿子是一位老师，那有一天午休的时候突然脑干出血，就送了急诊，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没有办法抢救回来，所以医生就跟他说，他非常的年轻，然后他的身体也很强，我们是不是把他的器官捐赠出来呢？那师兄姐其实非常的不舍，就是孩子那么年轻就离开了，但是呢，在他们全家人，就是包括跟他另外2个儿子，然后还有他儿子的老婆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把这个小孩的器官捐出来，就他小孩的器官捐出来，然后让他就是还可以依赖在人间。所以商人也有讲到说，父母非常的有福，那小孩也很乖，但是呢，因缘果报现前，还是过去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得到这样的果报。那其实。上人也就是说，他今生能够当老师是非常的，这个因缘是非常的殊胜。对，所以这是今天早上的圣默祝福。
是，就是看到了，就是看到了，在这个逆境的时候要有因缘观，顺境要有无常观，看到这样一个无常现前的时候，能够最后呢是让这个可以做大体捐，做这个器官捐赠，器官捐赠，以爱人间，让更多的人需要的人呢可以拿到这些器官，然后重新获得生命。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对，其实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今天金章爷那个影片，是希望大家用的看。对，其实刚才因为今天是从刚才看到这个影片，真的觉得哇，这个彰化区的师兄师姐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然后也非常的整齐哦，在这个演绎过程当中。对，那我们一直在现场看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因为其实我是从二楼的角度拍下去，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除了台上呢，然后跟台下座位的华海区，他们其实在台下也有站了一排的菩萨在演绎。那这一排呢，等一下大家看到的第一段会看到的是一群环保志工。那这些志工呢，是从30年前上人在新民昌宫讲了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之后，他们就开始做环保了。哇，能够找到一群菩萨来，真的好感动哦。对，然后第二段呢是古捐小组的演绎。他们是古捐小组骨髓捐赠的第一场验血活动就是在八卦山，那第20笔的这个验血呢也是在八卦山，所以他们今天也特别出来演绎给大家看。那在第三段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全体的演绎。那个大家注意就可以看到他们推出了本大本的这个净思法脉慈济宗门的纲领，非常的大本，然后推出来给大家看，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是非常的反正大家看应该也会觉得蛮感动，因为我现场是觉得蛮感动的。那他们在演绎的最后，每一个人都举起了他们的委员证，然后举起来跟上人说，我们会谨记受证的这一个出发心，请上人放心。哇，感觉真的非常感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的这个法海区的演绎，那是在我们的彰化净思堂第一场的岁末祝福当中，大家所做的入境藏演绎。那在法海区呢，可以看到刚才一慈所说的这群老菩萨们一起在现场呢，做这个演绎，也让上人很感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的法海区。感恩今天我们一慈跟我们连线，拜拜，拜拜。